万众瞩目的冯氏春晚，李少红看好冯小刚。俗话说得好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明星们对冯导的支持多少还有点外行的意思，但同样身为电影导演，业内人士李少红的话应该就有点说服力了吧。我看行啊，我说这事儿，我们的表彰的就是晚会都是我们自己导自己演自己来操办的，所以呢这些导演实际上都在下面做了功课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去上更大的这个舞台哈，央视的舞台，对我来讲不是新鲜事儿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